折叠第五代，谁能不爱？三星 Galaxy Z 系列，邀请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从未见过面，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恨我，想要费尽心思的杀我？你做过什么？我母是全族，命你全族的是赤臣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赤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装了，赤臣谋杀了我们所有的亲人，今日我们就杀了他唯一的女儿。你弄错了，赤臣和我没有关系，我的父王是昊灵王。慕飞，赤臣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的父亲是昊灵王。这些血祭奠战士，这些血祭奠进士。这些血
祭奠绅士。你们杀错人了，我是昊陵王的女儿。爷爷，爹爹，娘，大哥，大嫂，安息吧。军师，怎么了？军师，军师，殿下怎么了？突然觉得心很慌。要不我就请个医师过来看一下。上一次觉得心慌是父亲战死了。军医潇潇，你们立刻带人去一趟旨意，把小妖带回来见我，无论如何保住他的性命。是。殿下多虑了，王姬在旨意城，无论是两位陛下还是陈荣氏、赤水氏，都没人敢招惹。我要去一趟旨意。殿下，殿下，奶奶喝药了。这种端茶端药的事你就不要做了，你要真有孝心了，就别跟奶奶拧着干了。叫你成婚你不肯，叫你接任族长你也不肯，这些事你要拖到什么时候？整个梅林都找遍了也没看见小妖，他要是出什么事，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赶紧调集人手全力寻找小妖。好，分头找。王姬，小妖，王姬，小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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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醒醒，不要睡。
我求求你了，我错，我真的错，我不敢离开你，不管什么理由我都不敢离开你，是我太贪心了，舍不得放弃涂山晴的身份。小妖，求求你，你睁开眼睛看一看，我是你的十七，小妖。进去！我要救小妖！这是绝杀阵，小妖在阵法已经启动了。我要救小妖！我们去救王进。小妖，动开我！殿下，保护好殿下。如果半个时辰内我们还没回来，就是已死。你立即护送殿下回陈荣山。王姬，
把两个人一起带出去。是。属下已经把王姬从火海中带回，还要去见小妖。殿下，小妖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？王姬已经死了。不要胡言乱语！不可能，他不是好好躺着呢吗？怎么可能死？王姬伤得太重，已经气息断绝。你治不好他，我就换别的医师治。天下之大，总有人可以治好他。君轩，让两位陛下派最好的医师带最好的药，火速赶来。是。无论是小妖还是小六，你的纯真之心都没有改变。即使身处复杂之境，依旧向往简单纯真的生活。恰如纯真真酸奶，简单配料，喝出满满鲜果感。真想与你一同分享，纯真真酸奶。真食材，真好喝。王秋，再快点！给他输灵力。会在紫金顶，我们种满凤凰树，我再给你搭一个一模一样的秋千架，我们把这儿变成我们的家。你说的话要算数，你得陪着我。
老了，药力管用。老三，把所有灵力高强的侍卫都叫过来，轮番输入灵力。是。殿下，陈荣小姐到了。这两位是中原最好的医师，师从陈荣医祖，医术精湛。我找他们来诊治小妖。有劳二位了。不敢，臣不敢。苍玄，让你费心了。为了救回小妖，理当不遗余力。殿下，我等无能。退下吧。是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带小妖去梅林赴宴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不管你的事情，凶手计划缜密，就算不利用你，也会利用其他人，没必要责怪自己。我会从沈表姐那里仔细追查下去，一定给小妖和你一个交代。麻烦你了。你节哀保重，小妖姨。你照顾小妖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这些是陈荣府珍藏的稀世灵药，看看能不能用得上。谢谢，你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不如趁着线索还在，去找沈淑慧查问事情的始末吧。我这就回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找出端倪。有劳你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王姬真的死了？他的确是死了，心跳脉搏都没了，五脏虽还有些生气，但那全是靠源源不断的灵力支撑着，一旦停止输入灵力，五脏就死透了。小妖已死，苍玄却还不愿意接受现实，你们都是他身边倚重的人，请你宽慰一下他。殿下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可他容不得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。怪不得刚才在店里你拦着我，谢谢你了。小姐太客气了。退后，闯进去。
殿下，有人强闯陈荣山，怕是来者不善。我去会会他。来人灵力高强，竟能与陈荣山法阵抗衡，殿下没有必要冒险，留在殿中吧。此人来的这么凑巧，十有八九是和小妖的事情有关系，我岂能放过？保护好王静。是。是。原来是故人，千里迢迢的赶来陈荣山，是要杀我吗？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救一位清水镇的旧事。你再阻拦我，就是断送他最后的生气。我已经封锁了消息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出事的？除非这个局是你所设。当年宣被文小六下了一种怪毒，小六为了替宣解毒，把毒引到了另一个人身上。那个蛊在你的身上？是。你为什么肯答应文小六这么做？这是我和文小六之间的事。你能救他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能救活他。交给你？什么意思？你难道不能在这儿救他吗？不能。相柳，你我势不两立，你让我把妹妹交给你，我凭什么信你？你不把他交给我，他就死了。跟我来。你不让我检查清楚，我没办法判断。还好你让那么多灵力高强的人不停地给他输灵力，为他争取了一线生机。要不然纵使我现在赶到，他也不可能了。需要多少时间？不知道，也许一两年，也许几十年。快没时间了，错过时机，即便是我也救不活的。是啊。
让你能好起来，不管什么法子，我都愿意试一试。带他走吧。小柳，如果你敢伤害他，我必铲平陈荣军，将你碎尸万段。我不伤害他，难道你就不想铲平陈荣军，不想将我砍成几段了吗？你倒是混账的有几分意思，怪不得小妖愿与你结交。把你最好的灵药都给我。金轩，够了吗？不够我再派人去取。足够了。难怪人人都想要权势。连灵药都需要向他人求取的权势。如果我真有权势，我就不会束手无策地站在这儿，由着你为所欲为。你爷爷西炎王也不能驱策我。咱们还是来谈谈交易，各取所需吧。只要你能救小妖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记住你今日之言。潇潇，带他从密道出去。是。放心，我不会让王姬跟我这个藏头露尾的魔头相提并论，损了他的声誉。我只救人。我不会让王姬跟我这个藏头露尾的魔头相提并论，损了他的声誉。走过聚，走过散，走不尽悲喜。走过春，走过夏，走不出回忆，走不出。向柳出去。是。
就。余烟缭绕，有你，星光璀璨，无你。有你无你，有你无你，万里红尘，一处处，处处是你。王姬手掌、脚掌被利刃贯穿，左腿被利刃刺穿三次，右腿三次，左臂两次，右臂两次，腹部三次，身体还被无数飞镖刺入，此乃虐杀。这种杀人方式多用于血债血还的仇杀。虽然我们最后见到的是火阵，但根据王姬身上的伤，应该还有水灵和木灵的高手。初步推断，梅林中的阵法至少由三个人联合设置。这是一次计划周详、布置周密、目标明确的杀人行动，非短时间内能完成。杀人者必定有一个人和沈氏小姐熟识，才能影响或提前得知沈小姐会请新月小姐和王姬到梅林游玩。查出来后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死了，死对他们来说太仁慈了。属下明白。涂山璟怎么样了？言说青丘公子的伤势并不严重，但他悲痛欲绝，主动求死，所以一直昏迷不醒。主动求死，他也算是对得起小妖的另眼相待了，用灵药吊住他的性命。小妖只要能熬过来，他自然会醒。青丘公子身份特殊，此事处理不好，青丘那边也许会误会殿下，横生之计。我给涂山太夫人去了信，太夫人可能是怕青丘有人会对景不利，让我把他带到陈荣府养伤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太夫人解释过了，景和小妖都是受害者，他不会怪罪到你头上。那就麻烦了。你和我客气什么？不过你真的让相柳带走了小妖？夕颜和浩灵的医师不会比银河一族的弟子更高明，目前他是唯一能救小妖的人。不管相柳说的是真是假，如果我是你，也只能选择相信他，毕竟只有这样小妖才能有一线生机。再说了，相柳只有真正救活小妖，才能和你或者夕颜王谈条件，他一定会尽心竭力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来吧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能让少主悲痛至此，一心求死？只怕那位能让少主再次奏出琴音的人好起来，不然少主的心病恐怕无药可解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只盼少主早日醒来。世界的旅爱的宿命一步一去难逃避，我置身于世外，垂下眉眼只关心，不听不看
守着爱，心系你。每一弯孤零零的月光里，前尘如风烟起，回忆里满是你，激起天地间的煎熬和不息。只是这样，每一颗孤单单的心，你就打算放弃了吗？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只有你兑换骄傲，只守一身躯。轻盈无边天山白，相守相伴长相思。淘淘养棉卫生巾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此生的拥有，偏要长情在左，你在右。永恒的思念酿成酒，想写在人间走一走。我曲终来日的拥有，偏要瞬间拱手。让爱永久，须臾的悲欢，几藏够，相拥在轮回天尽头。隐去了可解因果，褪了初见你时的颜色，人先勾勒。爱过，日月陪你我对酒当歌，星河的跳色，一弯心愿落，悲欢忐忑，风雨送相思寥落。愿眉清澈，目温热，锦绣星河，繁华朵朵。偏爱人间烟火。